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死亡吃死亡 Part 3。刚才测试了 G 十还有 G 七的去吃嘛，这次是 G 九的。好，现在示范 G 九吃，还有几只？14只。第九的七十四，14只，不晓得剩下第几啊？第九，吃屎吧！12，哦，11，不错不错 ，OK OK。搞不好祭酒吃14只还比刚祭十吃18只还多、哦。吃屎吧！可能要这样喊一下，有没有？就会，有没有？哎，真的哦，有感觉哦，有感觉哦。想不到现在已经跟刚才祭十吃18只已经平分秋色了。再来吃，最后再来4只，好，记得口诀哦，吃屎吧！叮哦，这口诀有用哦！我靠，我靠，知道记满嘞！哎，Part 3哦，真的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我记得。所以以后在吃史莱姆王的时候，有没有要记得吃下去的时候喊“吃屎吧”，他就叮，有没有？他就会闪了哦。想到祭酒吃14只，比祭屎吃18只还更好，吃到满祭。哦，以上吃屎的示范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